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庆。为什么来到大庆啊？有一个评论列出了好多大庆的宝藏店，给大家看一下，巨牛逼巨炸。这条评论由花式作死参与奖这位家人提供，我念一下。当年来他们四十周年家常菜，30周年家常菜二。非常谢谢这位大哥啊！乌逢漏雨，这形容就是及时雨。就是正合适嘛，就是四大喜事嘛。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品尝这家宝义饭庄，开了40年的宝义饭庄，那怎么样 ？Let's go！ 这么大烟筒，我巨高巨大啊，这排烟绝对屌，这个 Let's go！ 宝义饭店，这里这个烟味浓重，烟火气息。宝义大饭店，今天改革开放40周年。这字儿感觉跟我妈写差不多，这手都冻缩吧，是吗？啊，共如体质，手脚冰凉。我这点菜行吗？我挑好了。你挑什么呀？一人来一个是吧？一人来一个菜，然后你自己写是吗？我操，我的书法不是展露无遗了？你们要什么来着？我先写一下，辣子鸡丁，一个28。你要什么？十五楼下。100块钱80。你这儿抄呢？盆子没了。一个分一米。北。冰，我先写冰啊。没有。四。不用写个署名吧。你是好久没吃比新鲜。米饭。过瘾来了，我写完了已经。啊，谢谢。咱俩就有点看明白。应该是欣赏。我没带那章，我要带章的好。哇，这个真的是刚破的呢，就是。啊，好，菜上齐了啊！我操，他们家上菜真挺快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旁边那桌点完了不要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太快了。我先尝尝这辣子鸡丁，它这个辣子鸡丁就是有青椒有鸡丁，但是有胡萝卜和黄瓜，感觉就是宫保鸡丁和辣子鸡丁结合体，就差点那个。花生米这个颜色上就更鲜艳，这味道跟那个外边的辣子丁不太一样。它叫辣子肉丁，它是应该是用猪肉做的啊，它是里脊肉做的，吃不出来。我吃的就跟鸡丁是差不多的，嫩度差不多啊、但是里脊比鸡丁贵，菜价都贵20了、肉丁48，鸡丁28，就吃这个菜有点那种。回忆童年那种感觉，就食堂味儿。小饭庄你不怀念吗？那是不吃不行啊，不吃就饿着。每天中午啊，我那桌子上得垒了4盒饭，4盒饭我都吃不完，然后留2盒当下午茶。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那会儿吃的也不少，夹不夹不这盘没了。哇，这盘是不是都往吃了？但它这个确实有点小饭桌那种麸能味儿，这麸能味儿，对，麸能味儿，水不浪叽那味儿，潮味儿，对，潮味儿，就感觉就没有那个没有锅气，就那种感觉，有湿气。我操，尝尝这个，这个菜我真挺期待的啊、葱爆五花肉，一般的外边饭馆都是葱爆羊肉嘛，用五花肉就不会有羊肉那种膻味儿。对对对。哇、分不一样，这五花肉有点像那回锅肉，干巴唧唧的，先煸了一下。它这个味道更像那个烧烤味薯片儿，哎，葱挺香的，跟功能也强啊。什么强？功能强？功能强？什么功能啊？谁跟你说的呀？杨洋说的。吃大葱的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个补肾的作用，但如果是您真的肾虚的很厉害的话，该吃药还是吃药。早上他还说茄子管油呢。生茄子管油，我好像也看过那集。我一叔叔信了。然后呢天天吃茄子，吃生茄子吃医院去了。他是这么啃的吗？生茄子确实管用，但是你得拌一下，你别拿里啃。我着重说一下这道菜吧，糖醋排骨。这个不说名可能大家都猜不着，就跟外边的那个糖醋排骨基本上不靠边。这给包了层面粉，然后还炸过，炸完之后再拿那个糖醋里面那汁儿往上一浇，定眼一看就是应该是外脆里嫩的那种感觉。尝尝。外不脆里不嫩，看着像是炸过的，其实吞到嘴里并没有那种炸过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它叫糖醋排骨，但没有醋味，就只给了甜，它特像那个婚宴必备的那种菜似的。
哦，这吃的也挺快，你们挺爱吃这个，不浪费嘛。这叫水煮肉片，定眼一看啊，干辣椒、肉片，还有花椒，跟外边那个其实差不多啊。不辣也不麻，它就像那个吃那铜锅那现炸辣椒油那味儿啊。嗯，涮完了肉啊，你别蘸麻酱，你蘸那现炸辣椒油吃，这是不是？嗯，是，这块肉跟手掌似的，这是四个指头，这一大拇指。给你点赞呢。啊，给你交手呢，这那，就是这样，我尝尝这手。但是手挺肉的啊，受不了了。嗯。哇塞。你怎么了？我怕我羊水破了。我这到这儿大家吃差不多啊，最后一口没事。行啊，吃完了点评一下，就是上来一看那个色，就是有一种surprise 那种感觉，但是呢其实那味道呢其实就是中规中矩，所有菜都有股潮气啊，就你说的特别像那个高中时候吃那小饭桌刚拿出来打开盖儿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湿漉漉的。我们最喜欢他那个葱爆五花肉，所以我们用科学打分法给他打了一个4.05分。啊，这回呢，我们人均吃了85，其实也还行啊，多多少少也勾起了我们一些回忆。再次感谢这位大哥的投稿啊，受益匪浅啊，获益良多啊。行啊，今儿就这么着，下回大家吃点别的，再见。With my Uzi.